Watch out! 你啥问题啊？你啥问题啊？你念想？啊，你啥无念想？你啥无念想？来来，你别走，警察来啊！来啊！快走！错位啊！哎，你好，那个这边是 A11前面有一台 Uber Eats 来要拦我车，外送员，他现在跑走了。走啥位啊？好大的海啊！哎，对 ，A11 前面，对 A11管前面，对，对，有纠纷。怎么啦？没啦，你怎么啦？你逆向过来啊！把他找来说话，跟我弄。我跟你弄。啊！我跟你弄。你跟我弄啊？啊不嘞？你想要什么情形啊？你啥物情形啊？你逆向，差点要搞弄着，我要回，我要回车。逆向诶！你逆向，是我逆向，你爱讲一摆。啊！我一定甲你检举啊！啊！你做你头诶，哪有需要安尼？一定我甲你检举啊！啊！你拄啥逆向搞弄，你是安怎？我哪甲你弄？啊！无你拄啥？你拄啥时开啥笑啊？啊！你拄在这徛啥笑？咱平平做这道是要安尼吗？一定要安尼啊！你是徛啥笑？你讲你解释一下啊！你拄在内向时，你是徛啥笑啦？恁爸拄才要回车，你差点要搞弄着！你搞叫，你看我看啥笑啊？我看啥笑？啊！你就拍无啦？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你是有在拍无啦？你看一下好不好？你看你。啊！你是达到的啊！你个好意啦！警察是要过来呀，你想那么？有关本案占用车位情事，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
第78条第一项四款规定，行人如以交通平缓之道路坐卧蹲立，足以妨碍交通，可处新台币500元。刚刚那台是狗狗肉吗？刚刚那台是狗狗肉吗？刚刚停在那边嘞。对啊，他是不是？刚刚那台是狗狗肉吗？对啊，它是没电了、哦。还有灯，可能是怕没电。它会不会是骑不了啦、啊？骑不了？你要带它、啊？我不知道。你再问看看，看他需不需要动。那我去找他一下。好，刚好让我弟弟上。是哦，是没电吗？还是没电了、哦？对。啊，最近的在哪里？他最近的话是在那个石佐。石佐是吗？石佐的，石佐。对不起了，我在想，你这样真的太痛苦了，可以吗？帮他换一下嘛，来回的可能要，我可能要40分钟，我骑啊。等我一下哦。是，我还特别换了新电池，然后再爬上来，结果还是没有力。对，因为我就会堵石佐有一个，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边也有一个，这边有吗？像第二颗的话，第二颗可以放脚踏垫，可能要对啊，可能要放脚踏了，前面这样盖不起来。那你放这个。都拿了哦，谢谢、哦，谢谢，哦，谢谢、你也是要去阿里山那个看日出？对啊。谢谢。对，那你上去的时候要还是安全为主？对，反正6:00，日出六点而已，现在才。2:20，对，不急，真的不急，所以要骑安全。好，谢谢。
好健康啊，八小啊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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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是看有无啦？巴刹啦！啊，无你切巴刹啦！啊，路中间可以这样切吗？直行车要让直行车知不知道啊？你切巴刹啦！你巴刹小啦！你慢无啦？靠旁边啊！你慢没有啦？靠旁边啊！巴小，靠驾照全靠的啦！路边停车台怕红绿灯啊！靠旁边，我这边啦啦，无你即摆逆向是安怎啦？靠旁边停。无你即摆逆向是安怎啦？啊！叫你巴刹小啦！白忙呢！我有行车记录器，可以看。你也停路边嘛？现在你们要怎么处理啊？我处理啊。啊。现在要怎么处理？你
有要对他提告吗？我没有要告他，但是我要检举他。我这边有行车记录器。啊，啊如果他有什么违规行为，你也可以检举他。这边双方有要提告什么强势或之类的吗？他挡路中间吗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挡啊。你要不要走嘛？确定都不用啊？我不用啊，我不提，啊、我他要提告什么？要告什么？啊？我这能告什么 ？OK， 好。哎，如果你要检举的话，哦，你拿行车记录去。我没有乱扒吧？没有啊，这真是很夸张。他这个是要震，搞到震而已吗？他刚刚如果是撞到那个，他直接。Watch Out 是全台湾最大的行车影像分享平台，在我们的网站中，可以透过地图快速拖拉、放大，去找到发生事故的路口，完成媒合，协助厘清事故过程。他在路，我在路，立即投稿。Watch Out。